来啊，公主！哎，你抓不到，抓呀，抓不到啊！不玩了，不玩了！什么老鹰捉小鸡啊？还不如双喜上回玩的那些蛇给我看呢。双喜，蛇呢？那奴才带你去玩蛇。啊？啊？谢娘娘。公主有礼了。杏玄，贵妃呢？ 回贤妃娘娘，我们主正和皇后娘娘、嘉嫔娘娘谈话呢。哦，原以为贵妃和本宫得的是一样的病，想来瞧瞧她。这是安华殿大师亲手抄录的佛经，每天读一读，心里也安静些。帮我转给贵妃吧。多谢贤妃娘娘，我们主得了这个，或许能安心些。 双喜会玩蛇，奴婢回去让三宝查一查。皇上晚安。你在等朕啊？臣妾有几句话想跟您说。李玉，告诉皇后一声，朕晚上再陪她用晚膳，叫她此刻不用候着了，再把伺候贵妃的双喜给朕带来。这。 双喜，皇上要传你。我怎么了？皇上传奴才做什么呀？来人，给我带走。奴才什么事都没有。皇上抓奴才干什么呀？奴才什么事都没做呀。皇上，用力打。 皇上，双喜已经招了，冷宫毒蛇的事儿是他做的，也是贵妃收买马汉子，在贤妃饭菜里做的手脚。砒霜的事，他们吐口没有？这个还没有。玉虎，你去慎行司亲自盯着双喜，务必问个清清楚楚，不能有一丝遗漏。是。 哟，贵妃娘娘，您怎么过来了？快去通传，本宫要见皇上。贵妃娘娘，您若是为了双喜的事儿过来，那请您先回去吧。双喜的事儿，怕是您求也不中用啊。双喜到底偷了什么要紧的东西，连本宫的话都不中用了吗？回娘娘话，双喜顺走了一块先帝用过的玉佩，昨儿进宝绑了他过来。 还没怎么打呢，他就什么都找了。什么玉佩？怎么本宫不知道？贵妃娘娘病着，自然什么都不用知道，免得伤身呐。皇上还说了，一切与您不相干，您且回去歇着吧。 那双喜招了，都招了些什么？ 做了什么就招了什么呗。哎呦，贵妃娘娘，哟，主儿，还不把贵妃娘娘扶起来？主儿，皇上，臣妾错了，臣妾知错了。皇上，臣妾错了，皇上，臣妾知错了。皇上，臣妾错了，你饶了臣妾。 饶了臣妾！哟，贵妃娘娘，主儿，主儿，传太医，主儿，贵妃娘娘，主儿，你快醒醒啊，主儿！贵妃娘娘玉体不安，往后谁敢纵着贵妃娘娘出咸福宫，皇上饶不了你们。